大家好，我是庄德福。这次要来分享的是米饭料理，这是一道简单美味的家常主食，菜名叫做肉丝蛋炒饭。要如何炒出肉嫩软 Q、蛋香酥脆？现在告诉你。影片烹煮过程里有不明了的地方，请在影片下方留言，我会尽快回复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记得开启小铃铛。准备的食材有：猪里鸡肉丝160克，鸡蛋2颗，洋葱50克，白饭400克，青葱1只，青葱切小粒，葱白、葱绿分开。洋葱切小丁，和葱摆放一起。先把蛋打好，白饭先调味，白胡椒粉1茶匙下来，撒开，等一下炒的时候味道比较容易散开。盐1小匙，好，一样撒开。糖1茶匙，白饭先调味，等下落炒才袂紧张焦焦状。腌肉丝，盐1/2茶匙下来，糖1茶匙，酱油1茶匙，蛋液1/4颗，米酒1匙，水2匙。抓匀，抓腌至肉丝把酱汁吸干为止，酱汁都被肉丝吸干了，这个时候太白粉1匙下来，再抓匀，落太白粉会把肉汁酱汁拢锁伫肉丝内底，安尼食起来才会骨溜阁就是哦。抓匀以后，沙拉油1大匙下来，再抓匀。落沙拉油，等下落鼎拄着烧才炒会开哦。这样就完成了抓腌的动作。开火，锅子热了以后，沙拉油2大匙下来，肉丝下来，快速拨开锅盖，好，大气啊，翻白啊，那个差不多好。起火，先把肉丝盛出来，再开火，
锅子热了以后，鸡蛋下来。转中火，先煎蛋，两边爱煎到吃，口感吃起来才会酥酥脆脆哦。好，旁边已经金黄色的哈，可以翻面了。这时候就可以把蛋炒散。这个方法就可以吃到蛋的焦脆。好，炒散了以后，葱白洋葱丁下来，好，这时候可以开大火，开大火爆香。好，爆香以后转中火，白饭下来。好香。好，尽量把白饭炒开炒散哦。可以用半压半推的方式哦，不要重压哦，重压那个米粒就不会蓬松了哦。现在都用中火哦，用中火一直炒，炒到白饭蓬松为止哦。好，白饭炒开了以后，这时候肉丝下来。好，这时候可以开大火了哦。开大火，快速拌炒一下哈。好，拌炒一下以后，酱油一匙下来，炒香，炒出酱香味。炒出酱香味以后，开水两匙下来，补足湿润感。啊，无炒饭安尼一直炒一直炒，惊伤干哦。好，炒匀了以后，最后葱绿下来，再快速拌炒一下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哦。起火，盛盘。这样就完成了简单美味的肉丝蛋炒饭。美味诀窍重点说明：肉丝抓腌才会肉嫩软 Q， 蛋白煎至焦黄才会酥脆。起锅前淋入开水，炒出湿润口感。哦，肉嫩软 Q， 蛋香酥脆，试试这样煮你会喜欢。我们下期再见。